嗨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今天向日葵要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新的小游戏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快跟我一起出发吧。快和我一起去学汉字吧。女玩，今天的舞蹈课是站立训练，谁也不可以偷懒哟。坐下的小女孩就点一点她，看好这些小女孩，不要让她们偷懒哦。大家快站起来，我们跳一支舞，快来欣赏女孩们的表演吧。小女孩表演完了，谢谢。女字就像一个女孩跳舞的样子，一条腿弯曲压在另一条腿上，这个字就是女，女孩的女。我们一起读一下。女，女孩。门口有一个小女孩。快把这句话拼好。门口有一个小女孩，门口有一个小女孩。练，小蜜蜂口渴了，想喝果汁，请根据提示音找到正确的水果，帮它榨果汁吧。上面写着汉字女，快来帮助小蜜蜂。女，请点一点汉字女，女，请点一点汉字女，女。小蜜蜂可以喝到美味的果汁了。你榨的果汁真好喝。写，快来写一写吧。女字一共需要三笔，撇点，撇，横。再玩一次吧，一起描一下。撇点，撇，横。女字就像一个小女孩在跳舞。猴子想吃水果沙拉，请你帮着先把水果切开吧。在切水果前，请先选一把刀吧。小朋友们，选一把喜欢的刀吧。刀选好了，请你帮着切水果吧。把香蕉切好。这有一个炸弹，把它划开。哎呦，炸了小猴子一脸的灰。还差一刀，再来一刀吧，把它切小块一点。哇，好吃的沙拉做好了，谢谢你。用菜刀来切辣椒吧，咔嚓咔嚓，一把菜刀就像刀字，这个字就是刀，刀子的刀。大家读一下，刀，刀子，小心刀子。小心刀子，小心刀子，小心刀子。
房着火了，请把正确的水管送给消防员吧，上面写着刀。快帮助消防员灭火。刀。耶，成功。请点一点汉字刀。刀。耶，成功。请点一点汉字刀。刀。耶，成功。你们找到了带有刀字的水管，帮助消防员灭了火。写，快来写一写吧，大家一起来描一下。横折钩，撇。果汁真好喝，再玩一次吧。横折钩，撇。刀字一共需要两笔。果汁真好喝，太厉害了，胜利过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今天刚刚认识的两个汉字了吗？我们今天认识的汉字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要跟我去认识更多的汉字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《可乐姐姐玩游戏》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